主席，生而殘疾已經是人生的不幸，在香港出生而又是殘疾的話，可以說是人生的悲劇。而這個悲劇不單是那一位的殘疾的人士，這個殘疾人士的家人更加亦都是這個悲劇的主角。主席，香港在這個的照顧和協助殘疾人士能夠過正常生活，可以說是少之又少，多年來的政策呢都對殘疾人士的需要都是漠視，以及殘疾人士家人的需求呢都是漠視的。我記得差不多20年前呢，在我自己居住的地方的隔離呢，有一對的年輕的夫婦，兩位都是專業的人士，都是很傑出的專業人士，都很成功。咁當時他們結婚之後不久呢，就生了一個的嬰兒，而發覺個嬰兒本身呢是有出生的問題啊，即是有這個的殘疾的情況。咁這對年輕的夫婦呢，最後是決定呢要移民這個的加拿大，因為他們覺得如果這個細路在香港繼續這個的成長的話呢，將會是沒有幸福，而亦都呢這個細路的前途呢是會很暗淡。咁基於這個的嬰孩的前途的問題呢，他們毅然離開他們很成功的專業啊，最後是去了這個的外國。這個例子我相信在有能力的年輕家庭、年輕的專業人士來說呢是一個的選擇，但是更加不幸的呢，就是很多在香港出生的殘疾的嬰兒呢，很多家人是沒有這個的選擇的機會啊，最後呢都是被迫在香港繼續受教育，在香港繼續成長，在香港要繼續面對這個的暗淡無光的人生。這個情況呢，兩個地方啊，你計這個國民生產總值，計這個的經濟的成果等等呢，香港比不少這個的歐美的地方呢是不遑多讓。但是一涉及到這個的殘疾人士的生活上的所需的話呢，香港在這方面是極為落後的啊，這方面包括啊，即是教育的機會、就業的機會、交通上的需要啊，即是這方面的等等呢，香港都是充分這個的顯示香港在這方面的漠視和這個的缺乏這個人性啊，特別是政府這方面的政策呢是極為這個落後。我自己在立法會過去多年來呢，每年都有提問關於低地台巴士的進度和的問題啊，由當初呢個巴士即現有的巴士佔呢個嘅七八成呢，慢慢減到去即百分之20-30%到啊，最近只有個明確嘅時間表呢，幾時低地台嘅巴士呢至會全面呢一個嘅得以呢個嘅落實。另外就係無障礙通道嘅問題啊，無障礙通道即爭取咗多年呢，政府最近即係早前咧，喺2011年7月咧，係正式嚇獲財委會批准咧，即係呢個嘅有關嘅計劃。呢個計劃咧就係6167TB 啊，就喺公共行人天橋、高架行人道同埋行人隧道提供無障礙通道嘅設施。呢個係有關設計工程同埋第一期嘅建造工程。主席，我強調嘅日期係2011年嘅7月。這個呢是眨眼是兩年多前，不是一些議員說到這個無障礙通道是689的德政啊，這個是一個的奉承啊，這個是一個的胡亂吹捧，雖然他在施政報告有說這個是他在任之前呢已經有曬記錄、有曬決定，是嗎？我絕對不希望這個殘疾人士的需要變成689抽水的工具啊，要譴責這個的無恥的政棍啊，以謊言治港。今天講這個的殘疾人士的需要，在這個的平機會的推動和支持之下呢，即是只能夠得以這個的開展啊。咁這個首先主席都要多謝和讚揚為殘疾人士爭取權益的有關官員和團體和議員和政黨啊，但是這一方面呢
嗰個落實嘅期咧，都係即係極為緩慢嘅，同埋亦都中間可能有唔少遺漏嘅個案。咁所以好希望政府喺呢一方面咧，能夠繼續係尋找呢個嘅不足啊。當發覺有呢個嘅需要嘅時候咧，唔好話因為計劃已經即係開展同埋冇包括在內咧，有啲嘅遺漏嘅地點、遺漏嘅設施咧，係即係又要等到呢個好後期咧啊，等曬完曬呢一期。即係同埋呢個決定裡面所包括嘅工程呢，然之後至開展其他。我啱啱星期六呢就去咗長洲啊，長洲呢個嘅圓桌村係一個好古舊嘅一個嘅漁民啊，當年呢個嘅美國援助香港，即係為啲漁民而設嘅一啲嘅好貧窮即係嘅漁民居住嘅地方啊，一個單位百零尺嘅啫啊，有啲都係十尺乘十四尺左右到，好細嘅。咁啊，圓桌村冇廁所嘅，啲人就要用公廁。公廁咧仍然都係踎廁，係冇坐廁嘅。咁所以如果有啲嘅殘疾人士係用唔到嘅，係嘛？你諗下香港到今日仍然公廁係冇呢個坐廁咧，對殘疾人士係極不方便。同埋整個圓桌村咧，特別二村同三村咧，嗰、那個嘅無障礙通道係仍然未能夠有，因為圓桌村喺山頂上面嘅。咁你真係唔能夠早日落實呢個無障礙通道咧，對呢個日化老已經老化嘅鄉村人口又有老化咧，面對嘅問題係極為困難。咁所以呢一類嘅問題，我覺得係數之不絕嘅，所以希望政府就翻呢方面嘅問題咧，係多加照顧，令到呢一個嘅殘疾人士咧，係得到適當嘅服務，同埋有關嘅設施咧，係能夠早日落實。